然后看这题哦，然后帮你把它整个计算出来，怎么算？像这题直接乘看好不好？不好。那你怎么看？你观察一下这个式子，对吧？好，这边有七二四四、七二三四、七二两四、七，有哈。所以说我把七的地方把它当做 x 这样，好不好？所以说这题老师可以把它改写成，老师去假设 f(x) 等于几？七倍的 x 四四，减掉四十七乘上 x 三四，减掉十五倍的 x 平方，加上六 x 加九，这样行不行？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麻烦你求 f 七等于多少？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，因为这边有七二四次、七二三次、七二两次、七二一次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把这七二地方把它叫做几 x。好不好？所以说整个 f(x) 变成七倍 a 四四减掉四七 a 三四减掉四五 s 平方加六 s 加九，求 f 七是不是就好了？老师讲起来求 f 七怎么算？老师一再强调，碰到这种数字太大，直接带好不好带？不好带，可以用什么综合除法？为什么？什么叫 f 七 ？f 七就代表 f(x) 被几除？啊，被 x 减七除。它代表 f(x) 被 a 减七除之什么是余式，对吧？所以说今天求 f 七，我就把这整个式子被几除？被七除。所以马上四次，对吧？哈，三次、两次、一次常数项，对吧？哈，抓起来被几除？被七除。除下去之后，我只要把谁算出来？把余式算出来。第一个七百加七乘七，十九。加起来二，二乘七十四，加起来负一，负一乘七负七，加起来负一，负一乘七负七，加起来余几二，所以算出来余是余几二，所以说我知道 f 七会等于几二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